找到你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？执念，这些执念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是人心的一部分。那个娃娃是真的有那个人吗？是我女儿，7年前被绑架失踪了。我不想被困在那里。怎么帮你啊？找到他女儿，然后放我走。人心指的是执念吗？像是思念、悲伤、遗憾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你是你们当中最聪明。这案子也太大了吧？好像警察。那个人用执念抓住他，不放他走就离不开，回不来。喂，你谁啊你？那个绿色人行道叫什么？标线行人行道。姓巴的你爸长腿。来找我都是要这个。有人心力量的事。符咒。怎么样？中奖了吗？我好像知道要写什么。为什么你写出来字就有那种力量？大魔王给他转世。真的假的？有这样的能力，你不会怕吗？每一种事物存在在这世界上，一定有它的原因跟意义。或许有一天，你能见到我想见的那个人。接下来就是我的车开过去，是那个嫌犯，哪个嫌犯？